还挺好的。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人很多，应该很多香港当地的人也喜欢吃。对，好想去吃。乖，我们还有一个菜没有上呀，我们点的一直都没有上呀。把你们老板叫来吧。老板，哎哎，啊，哪个菜？土豆煨排骨是吧？哦，好，我给你催一下。怎么一个那么几个菜没上上来，这是搞什么啊？厨房菜。16号还是17号还要催一个土豆煨排骨，好像这个刘总真的是有点情绪。土豆煨排，我是不是在什么东西啊？还没上，他已经在做了，真的，我马上给你端出来，行吧？如果要是没做的话，我们就我去看一下啊。如果能够马上上去给你上上来，如果没有做的话，就让他取消，好吧？土豆煨排骨做好了吗？要取消了，要取消了。刘总，那个土豆排骨要做多久啊？要不就取消了嘞。哎，这晚的话我就不等了。没说我晚了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没什么菜了，没什么菜了。不做了是吧？阿丽，待会你切菜的时候你就跟厨房说普通话。普通话吗？对，我要用我的话。但你随便跟大厨发火，这是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厨才是一个店的灵魂啊。